啊，那种那个立式的比那种要好多一点，那种。一种还是什么？哎，比那一种的话稍微方便一点，因为它这个是平台的平面。这个是1.5米的，厚度呢1.2米，1.2米。那如果真的做1.5米的话，做起来挺累的。1.5米啊？做起来挺累的。对，很大的，我那个东西做起来是蛮厉害的。都是手动的，那上面的全是自动的，这个都是手动的，这个压紧放松都是手动的。你现在调节的就是这个位置。对啊，我这个因为从。